Hello， 大家好。最近呢，越来越多的人问我，桑尼妈，你怎么越来越瘦了？那瘦身呢，一直是女生所追求的。我去年呢，也分享过一套全身的穴位瘦身和一些动作。那后来呢，也收到过很多网友的瘦身反馈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集中瘦腿的一些动作和穴位。是穴位按摩，那我们在去年瘦腿穴位的基础上呢，又新加了几个。我们在按摩前呢，可以配合一些身体的按摩霜、身体的紧致霜。然后我们先把它均匀的涂抹开。第一个呢是风池穴，这个地方呢是可以排除大腿多余的水分。这个位置呢，手臂自然下垂，手指半拢，中指所在的地方呢就是这个。就是这个地方，那我们按压的时候呢，用拇指的关节，感到酸痛就是按对了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可以按3分钟左右，两边都是哦。第二个穴位呢叫血海穴，这个穴位呢是我们要用自己的掌心盖住膝盖骨，右掌按左膝，那就是拇指所对的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血海穴。那两边呢都是这个位置，右掌按左膝，左掌按右膝。那这个穴位呢，它是用来消除腿部的一个水肿。这个位置的按摩方式就是用大拇指的指腹去点压血海穴3分钟，按压的力度不宜过大，还是以感到酸胀为准。第三个呢叫浮突穴，这个地方呢是在大腿紧绷浮起的这个位置，就是浮突穴。这个地方多按的话，对大腿的肥胖有很好的改善作用，特别是大腿前侧的肥肉，还能够针对腰痛和膝盖冷的一个症状有改善的作用，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多按。那第四个呢叫委中穴，委中穴呢是在膝盖的后方。三姐姐过来帮我来示范一下。那委中穴呢，就是腘横纹的中间，是委中穴。这个地方呢，是用拇指的指腹去按压，一按一松为一次，连续做10到20次。第五个呢，就是足三里，这个位置呢，它是可以促进消化系统的功能，加快毒素的排出，还可以消除小腿的浮肿。那这个位置呢，是在膝盖下3寸外侧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用拇指进行按压，也同样是以感到酸胀为准。那两边都要按哦，两边都要找到，然后去按。第六个是三阴交，三阴交这个位置呢是在内踝间直上的3寸，那我们把自己的手指并拢，然后在这个位置就是三阴交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它不仅可以瘦腿，还是一个对女人非常非常好的保养穴位，所以我们有事没事都可以去按摩。那我们刚才呢已经全部讲完了所有的穴位的一个取点方法，然后我们平时去按摩的时候，如果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按的话，我们可以用空拳进行击打。我们除了击打的方式呢，还可以用双手进行按摩。那按摩的方式呢，就是从外往内扣。当然按到穴位是最好的。我刚才分享的健身动作和瘦腿穴位呢，大家看清楚了没有？那我们平时呢可以利用运动配合穴位按摩进行达到一个瘦腿的作用。那当然每个人的身体情况都不一样，这几个穴位呢除了可以达到瘦腿的作用之外，经常去按多按还能够起到一个保养的作用，所以大家有事没事都可以按按。那我刚才的分享呢，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，让胖胖的腿离我们远一点。拜拜。It's like a shooting star.